今天我们来讲讲三国时期的一段故事。三国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有很多英雄人物都在史书当中留下了姓名。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在这样一个烽火硝烟的时代留下了色彩斑斓的传奇故事，比如大乔、小乔，比如貂蝉等等，都是绝世美女。其实呢，有一个女子应该说名气比她们还大，这个人就叫这个名字，来看看你会读吗？她叫甄宓，也叫甄姬、甄洛，她被人称为是三国最美的女子，传说曹家父子三个人都喜欢她，大才子曹植甚至还为她写下了经典的《洛神赋》。那么甄宓究竟有怎样的经历？她为什么留下一首很悲惨的诗呢？我们来讲讲她的故事。甄宓出身名门，祖上是东汉开国大司马，父亲是上蔡县令。据说呢，甄宓从小就与众不同，她不喜欢做女工，喜欢干嘛呢？爱读书。她哥哥经常劝她说，你是一个女孩子，应该和其他女孩一样，学学这个女工，整天读书干嘛呢？又不是要做女博士。甄宓却说，古代那些有才的女子都一定要学前人的经验啊，不读书怎么才能有见识呢？很有主见。甄宓长大以后越来越美丽，光彩照人，当时的权臣袁绍听说了她的才貌呢，特意到甄家下聘礼。建安年间，袁绍为儿子举办了盛大的婚礼，甄宓就是嫁给了袁绍的次子袁熙做了媳妇儿。这是甄宓的第一次婚姻。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曹操大败袁绍，邺城被攻破。据说其实曹操也早就听说甄宓的美貌，想自己效纳，所以他攻打邺城有个目的，主要就是甄宓。可是不巧的是，当时城破以后，曹操是军务缠身，他的儿子曹丕就先带人进了袁绍府。一进大堂呢，他就看到一个少妇披头散发，站在袁绍夫人刘夫人的旁边，用手搀扶着这个刘夫人。曹丕走过去问他说，是谁呀？刘夫人回答说，这是我的儿子袁熙之妻。曹丕把他的头发挽起来，又命令左右拿来手帕帮他擦脸，发现他姿色绝伦。曹丕简直是看呆了，感叹说，世上竟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说完，他命令左右不得无礼。刘夫人悄悄抬头对甄氏说，孩子，现在不用担心被杀头了。果然曹丕很快就捷足先登，纳甄宓为妻。这个时候甄宓大约是21岁。甄宓嫁给曹丕以后呢，专宠数年，生下了儿子曹睿和女儿东乡公主。曹睿就是后来的魏明帝。甄宓从小爱读书，有教养，她在宫廷里面对其他妃子都比较宽容，很少争宠，而且比较孝顺长辈，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尊重。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哈，说当时在汉魏时期呢，有个风俗，就是主妇往往会在宴会上出来待客。曹丕呢是曹操的世子，有一次就请一些官员到府上来吃饭，就叫夫人甄宓出来参加宴会，出来待客。当时其他宾客都对甄宓是低头行礼，恭恭敬敬，只有一个人叫刘甄，他没有行礼。也许是当时他看到甄宓，被甄宓的美貌给镇住了，反正他就没有低头下拜，而是平视甄宓。据说曹操听了这件事以后呢，还很生气，严厉地处罚了这个官员，一开始把他直接判了死刑，后来呢又免去死刑，发配去做苦役。从这些小细节呢，很能看出甄宓当时在曹家的地位很尊贵，备受重视。可是甄宓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后来曹操去世，公元220年呢，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曹丕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元皇初。曹丕做了皇帝了，本来是好事儿，可是呢，也正是甄宓噩梦的开始。当了皇帝以后呢，曹丕嫔妃越来越多，宫斗是越来越激烈。当时有个叫郭桂嫔的嫔妃呢，就非常有心机，经常在曹丕面前搬弄是非，说这个甄宓的坏话，甄宓也开始失宠。要知道在古代宫廷里面，一个女子失宠，那绝对不是丈夫不再爱你了，你们的感情出问题了这样的事儿，
而是关系生死的大事。失去宠爱呢，他自己可能随时丧命，他的儿子地位也随时岌岌可危，所以甄宓感到很害怕。人们会说一句话，说色衰而爱弛，真是说得很扎心。是啊，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见旧人哭呢？当时甄宓每天是忧心忡忡，也就是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之下呢，他写了一首诗叫《堂上行》。在这首诗里，甄宓写尽了失宠的悲哀。我们来看看他的这首诗《堂上行》。浦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人意，莫若妾自知。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长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蟹。莫以马喜贱，弃捐肩与蒯。出亦复苦怨，入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萧萧。从君至独乐，延年寿千秋。甄宓的这首诗真是充满凄凉。据说当时甄宓见不到曹丕，还请人把这首诗转呈给曹丕，希望丈夫能够顾念夫妻之情，回心转意。那么他诗里写了些什么呢？大意是蒲草长满了水塘，它们的叶子繁荣茂盛，有人用言语来重伤我，使我和你生生分开。一想起你离开我，我就常常独自忧愁难过，想见你一面见不到，我忧郁成疾。我悲伤痛苦，夜夜难以入眠，请你不要有了身份和地位以后就抛弃从前所爱，不要因为鱼肉多了就抛弃大葱和教头，不要因为麻布多了就丢弃曾经御寒的草。自从你离开以后，出去让我痛苦，进来也让我痛苦呀。边疆的风声凄厉，树木在悲风当中哀鸣。跟随你使我学会了享受孤独，我们都需要保重自己。据说当时曹丕看到这首诗还是蛮感动的，但是不巧的是，这个郭桂平就在身边，郭桂平呢就在旁边是煽风点火，说甄宓这是怨恨皇帝，不值得同情之类的。这样曹丕听了非常恼怒，后来就下令处死甄宓。那么曹丕为何如此绝情呢？甄宓这样一个绝世女子，而且他们还有孩子，怎么就必须要处死她呢？有种说法说曹丕嫉妒弟弟，他怀疑甄宓和曹植有关系。据说当年曹丕娶了甄宓以后，在一次家宴上呢，甄宓被他的弟弟曹植看到了，曹植从此是念念不忘啊。后来曹丕称帝以后呢，曹植有一次到洛阳去觐见曹丕，甄宓的儿子陪着曹植吃饭，曹植呢看着甄宓的儿子心里还感慨万千，非常失落。吃完饭以后呢，曹丕为了羞辱曹植得不到甄宓，还把甄宓的一个玉带金缕枕送给了曹植。曹植那是才华横溢，是著名的文学青年，他在返回封地的途中呢，就思绪万千，洋洋洒洒地写下了著名的《洛神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说，思水之神，名曰浮飞。还有很多溢美之词，说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肩若削成，腰如约素，眼景秀相，皓质成露，方泽无加，铅华浮玉，云髻峨峨，修眉连娟，等等等等，这些华美的词句全部都是对一个绝代美女的称赞。所以就有人说，从洛神赋呢也足可以看出甄宓在曹植心中的那种完美女神的形象。但是也有人说大才子曹植这是在感叹自己的遭遇等等。不过不管如何，甄宓的才华和美貌都为后世留下了太多传说故事和太多太多的猜测。
据说曹丕就是因为这些一直怀疑甄宓和曹植有这个不正常的关系，而且曹植不仅是他的亲弟弟，更是他当年王位的有力争夺者，所以曹丕呢更加妒忌。还有一件事也让他心里不爽，就是当年曹植封侯的时候呢，甄宓因为爱才曾经几次三番的替曹植说好话，所以曹丕就更加怀恨在心。所以在后来他当上皇帝以后呢，身边的美女越来越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在其他嫔妃的挑拨之下杀了甄宓。哎，只可惜啊，甄宓到死还在想着他，也是可悲可叹。后来是甄宓的儿子曹睿登基做了皇帝以后呢，才追尊他为文昭甄皇后，一代绝世佳人就这样随着历史烟云而去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分享，我是宁夕，我们下期再见。